3、2、1，要奖牌吗？好啊。雷锋来自 YouTube CE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我是马夫，我是北青。那今天呢，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要分享给大家。我真的没想到这一天会那么快到来，你知道吗？2个月前，我们的频道上传了第一支影片，结果在60天后，我们竟然突破100个订阅了，100个订阅。你知道100个订阅是什么概念吗？如果现在同时这100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一起去搭公车的话，需要2辆公车才能够载得下来，会塞爆2台公车。如果说这100个人现在同时出现在这一个空间里面的话，我们一起跳，一起跳，一起跳，可能这个大楼会崩。如果这100个人，你可以去开门一下吗？嗯哼，快递吗？那什么东西？怎么可能？真的假的？我们的频道昨天才突破100个订阅，今天收到奖牌嘞！哇，看来 YouTube 一直有在关注我们的频道哦。哇哦，太酷了吧！哇，这里还有一封，这是谁？一封来自 YouTube CEO Neil Mohan 的一封信。Dear 马夫与北齐 Multi Couple, you've just done something that very few YouTuber accomplished. 反正就是一些感谢的话啦。很开心收到这一个。那在这边呢，要很认真的，就是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呢非常感谢这100个订阅的朋友。那无论你是不小心按到了这个订阅的按钮，又或者是你是真心想要支持我们的频道，才按下了这个神圣的订阅按钮呢？我们都在这边，就是很衷心的想要和大家说一声，谢谢你们。我觉得他们做工很精细耶，这是什么材质啊？你可以帮我拍啦。3、2、1，OK。那你要不要也咬看那个像那个奥运的咬奖牌？咬奖牌吗？嗯，好啊。好，3，好大个哦。这太大了。嗯，啊，你要咬中间那个好吗？这个吗？对，这个可以拆下来。是吧？拆下来耶。好，那你咬它吧。好吧。来啊，3、2、1 ，OK， 好，这一张哦。嗯。好来，好，来。3、2、1，好耶，好棒，好吃耶。OK。耶，presented to 马夫与北齐 for passing。100个 subscribers， 耶！好了，现在进到我们的重头戏，我们决定公布一下我们频道在这2个月里面到底赚了多少钱。How much？ 那现在我们就来带大家进到我们 YouTube 的后台里面看一下吧。好，那我现在打开了 YouTube 的后台给大家看。首先呢，这里是主页。其实你们看我们的影片观看其实都很不错，基本上都超过100个观看，是不是你们偷偷帮我们2刷3刷？一定要啊，这么好看，我们突破100万的观看就要靠你们咯，交给我们吧。好，重头戏来了，这个盈利的地方呢，点进去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频道到底赚了多少钱。来咯，我们准备要来公开咯，现在来咯，来喽，来吧，来喽，来，天哪！活下来了。嗯。